紧了以后，起音的时候就会很稳，不会显得很松垮，这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起音的一个状态。听完我的分析，或许你的唱歌会更有气质，更细腻。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首《游牧时光》，我们看一下第一句。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起音一定要给够给稳，不要认为它的音是很低的，我用我就很随意的起来，是没有压力的，不够控制的，一定记住音低也要用力的捏紧。我用我自己的流浪，你捏紧了以后起音的时候就会很稳，不会显得很松垮，这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起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用我到这个我字的时候啊，它是一个乙音，哒哒哒哒哒。很多朋友在唱这种有乙音或者是带滑音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都是唱不够的，我用我是不够的，一定要唱够它啊。我很多学员发给我听的一个演唱都是出现这种情况，唱到了但是没唱够，唱到了是你的音准基本上大体上听起来是那么对的，但是没唱够你气质是不够的，甚至是有点音准的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点，唱到它的终点，然后稳稳的捏紧它，韵母要归好。我用我窝的一个韵母打开一点，到这个韵母以后固定它，我用我给夸张一点，去给够它，不要认为啊不是很高。我用我是软的不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唱够啊，记住这个我字。自己也是一样的，自己的流浪啊，自己的字里要唱够它，给够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唱这首歌，很多朋友也唱得挺好的，但是气质总差了一点点，就是因为你没唱够，你没有用力地捏紧它。自己的时候，自己的流浪，每一个字有一个独立的韵母固定点，唱到它的韵母的时候，我们用力地固定它的一个韵母去推送开啊。我用我自己的流浪，好，到我们这个浪字的时候是一个昂的韵母，快速的浪，昂的韵母打开以后偏向凹一点点啊，浪会容易散掉，我们偏向凹一点，浪凹一点点，偏一点点就行了，口腔要打开一点，固定它的一个口型去保持，不要认为我唱完了流浪就松掉它啊。所以说每一句我们应该这样去控制，你的唱歌就会细腻很多。那么我们看下一句，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好，换一个它是有一个连音线的，咪咪嗦嗦哒哒哒哒，点到点啊，不要认为我们唱连音线的时候就换一个一个混过去的，是没有唱够的啊，一定是够的。换一个，一定要给够啊，千万不要认为啊一字我会唱换一个就过去了，不够啊，一定要给够。然后在你这个你字一定要用力捏到。在你心，不要你就过去了，一定要在你心里啊，一定要给够，你自己要给够。所以说一定记住，很多时候你唱歌不够有气质，是你唱的到了但是没唱够，一定要唱够。各自呃的韵母捏住它，换一个，捏紧这个各自韵母，捏紧它，不要松，个不要松掉啊，换一个在你心里唱够，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地方的地字也要唱够，放马的地方，好，拉嗦嗦咪瑞，四个十六分音符连音线，拉嗦嗦咪瑞
瑞，哒哒哒哒哒，一定要唱到点上，一样的记住，唱够它。地方，不要认为连一线地方就过去了，一定是点到点的连成的线，而不是唱成的线，是音和音之间的一个点到点的连成线，这样的话你的唱歌才是准确的。放马的地方，好，方字是一个昂的韵母，放快速的，不要拖它啊，不要放是不对的，是垮的，放昂的韵母贴紧它，昂捏住它，然后去靠凹的偏向偏一点，要不然放容易散。哎，那么我们连起来，我有我自己的流浪，唱够它，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捏紧它，唱够啊，每一个字一定要捏紧，点到点。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游牧时光》的一个主歌部分的一个每一个字音细腻的一个分析，我们就到这。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看第二段的一个演唱，拜拜。